我爸现在不算容易的鬼吗？远程的鬼都很难，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新手哎，因为你会不知道什么时间点要按右键，什么时候不知道。其实这个原理用在追击者跟疫情身上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只是我会选这两只的原因是因为追击者的僵尸可以影响人类啊，你会知道哪里有人，然后他会帮你干扰人类休息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异形很好找人，异形他在那个洞里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知道哪里有人，然后又可以瞬移，很快的位移，就是那个通道很适合那样子穿来穿去的。这把四杀2000块，那肯定没问题。这把直接血虐，四打三呢，很难不四杀呢。追击者就是这么的强悍哦，4.6跑速又有远程攻击，多两只小僵尸，又有鞭子破板，对，强。小肥感谢28个月，哎，这怎么蹲一个？跟你们讲话讲一讲，一转回来看到一个人蹲在那边，也不知道是怎样。又请演员，你看这边多一只小僵尸，他打这边的时候就会被小僵尸影响到。这边我们直接右边切进去啊！我的快刀，不是他突然翻出来，我吓到啊！第一时间就是按左键啊，按了一下左键，快刀就没了，还我快刀。追击者的感染只是一刀吗？追击者也没有什么满不满的，他就是鞭到，就是你就是被感染了嘛，被感染再被鞭到就是一刀，就这样而已。他没有什么满不满，他跟威斯卡不一样，他没有那个量子，他就是有感染跟没感染而已，就两个。嗯，人呢？哇，跑掉了耶，什么时候？你看小僵尸的手指这边，代表刚刚那个人往这边跑了。你看，小僵尸可以直接给人类情报，你找不到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小僵尸的动向来决定他怎么走。所以我说追击者蛮方便的。哎，老哥，丢雪球丢到撞墙，太离谱了吧？给人类的情报，就是你可以知道人类大概往哪边走，哪边可能会有人。你真的好像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没办法，他卡到我的路，我一定要把他鞭掉。那个没办法啦，他卡住啦，我一定要把他鞭掉，我才有办法打这个人啊。老哥，你停下来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觉得这个人怪怪的耶，新手吗？你看那个僵尸手举的位置，这边有一只在修机，那个僵尸的手指的方向就是那个人走的方向。你只要看到小僵尸的手抬起来，就是代表小僵尸现在就是有搜寻到人，然后他在追人，他才会那样。然后你只要看他手指哪边，那个人就是往哪个方向去，这样。
他这边跟死了没两样哎，老实说，因为他这边不管走板走窗，几乎都会死。哎呦，他被修两排，好猛哦！你看，这小样是抬着手，代表大巫他现在的左手边有一个人，他在追这个人。然后你看到小样子的手是抬着，代表这个方向一定是有人。你看这边有脚印，所以这个人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小样子是沿着过来的，你就可以慢慢找，找看看他在哪里。然后如果你寻来寻去，怎么找都找不到他，你就可以尝试去开开看柜子，柜子可能会有，找找看。没有了，要不要躲在哪？三个柜子都翻翻看好了。隔壁有人说车门焊死呢，那个人的手会被打断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他好勇敢哦！我刚刚在他柜子前面那么久，他居然敢不出来，他好勇敢哦！我看了很多圈，我都觉得不太可能，这里一定要有人才对。再给他开一次。他真的在里面，车门焊死，那奇力老师的手会被打断。安咖喱，啊！你们玩追击者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右键按住之后，看准了再编，不要随便编。就是你要确定这一下是编得到的再编，不用那么急着编。新手没有蜘蛛快刀，变时异形。那好啦，你有目标啦，你接下来目标明确啊，去拿这些技能呢、啊。哎，我的蜘蛛一层都没叠，猎物挂了。要不然就是你带你自己喜欢的技能组就好了，不用带我现在这样啊。技能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就好了，不用带，不用带人家带的。然后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就是看一下哪里僵尸有没有举手啊，哪里可能会有人，稍微研究一下地形。前面的僵尸在巡嘛，然后这里也有，都没有抬手，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，哪里可能会有人？他还在同一个区块。这种技能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就好了，别人怎么带都是参考、喔，别人带的顺手的技能组，你不一定用的顺手。不是，他们怎么那么爱躲柜子？全部再开开看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次没有躲，哭啊！那他们人去哪了？这小僵尸没抬手，他们应该还在附近。哦，在这里。那个人不知道在哪，找一下皮斯，还是直接挂，跟他拼运气？哎、欸，不行了，算了，还是慢慢抓好了。为了最后一个人跟他拼运气，感觉傻傻的，2000块呢？他往这边爬、欸，这个人可能在这附近，他好像也是我的小僵尸，还是怎么样的、欸？每一个草都寻，哎，他被雪人吓到了，太棒了！他在这个方向，他经过雪人被雪人吓到，他在这附近，但是要找就是，
起码知道他在这附近。哇塞，太猛了吧！这个人怎么这么能躲？哎，你看手举起来了，这个人现在在这里，往右，他一定往右了。小僵尸举手就是他有扫，他有侦测到人，这个人一定在这附近。人有喽，有喽，有没有？就跟你们说，多看小僵尸的手举哪边，就可以知道哪里有人。他就是一个多一个情报的NPC 这样，所以我才会说这只鬼蛮适合新手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个原因。有远程攻击，又可以破板，然后移动速度 4.6， 然后又有两只小僵尸，对，超适合新手。感谢，是个好日子。好诶，借2000块。所以我说不说谢谢吗？谢谢你哦。